省钱到走火入魔，玛利亚做出不法勾当。我妈过年的时候就给我一笔钱，她就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有钱，所以你就省着点用。今年一年啊，对，所以我要买一个东西，我都要看一年，因为我要一年过后我才有盈余，我才敢去买。对，哎呀，对，所以这个同学外订不都会订那个饮料吗？你如果订了20杯，他再送5杯，但是有一些他会直接折回扣给你，所以我都就在今晚11点，麻辣天后传准时上潮。